对，他这英雄伤害很高，爆发很高。维廉的话，先出影魔刀，防止被他前一车套之带鉴，走。后我没出演魔刀，出了忍者足浴，我操！结果这样的给你妈的秒了，操！阿卡丽的英雄啊，不好打，啊。打卡莉出忍者足浴，那肯定不好打呀。他主要是阿卡丽一开始不和我对线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是顺风，我还比他多一个大件都打不过，就是没出魔抗。我单带嘛，阿卡丽他拿下首五，他不是预言的小带，我是打的匹配一个，我操！哦，打的匹配，那应该就不是小带了。不是小带，妈就是正常的。操作好的玩家打不过，匹配厉害的玩家也挺多的，高手在民间啊。啊，你把这鳄鱼给单杀了啊！这么快呀、啊？我这我看看看一波你操作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选择你自己的路。我今天我头一次用这个电脑看你直播，刚才看了用电脑看了一会儿，我发现，哎呀，老弟你长得还挺精神。你之前都是用手机看的，手机看，手机看，我看不清，知道吗？手机看，屏幕太小了。所以说啊，明明咱可以用颜值吃饭。切啊，还是用的技术吃饭了。啊，就是有点瘦是吧？应该多吃点，太瘦了。多少斤呢？80斤。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多吃点好吃的。有点挑食。好，你都给鳄鱼断命线去了，我操！你刚才蹲是想杀他一波吗？我操，还真要杀，还真给杀了，我操！呀，他才3级，我6级的。我操，怎么这么夸张？这把玩的。这鳄鱼本地人，不是小带，不是小带，那行啊，那随便玩了，那就。对，今天我玩街机还在一区带了个啊小朋友，带了个小朋友，带了一个，也不算小，也不算小，20几岁了，给我喊大哥说，大哥，看你这街机玩的太牛逼了，操，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可以，你都去带别人了是吧？说的我都不好意思，我还真给他飞了一把，你知道吗？操！我已经流浪了如此之久，跟你比了，那简直就是啊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是不是？啊，他要知道你这剑姬这么牛逼啊，估计他这还一顿夸我了，我操！夸的我都不好意思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？那必须的，毕竟是对吧？
你看到我的剑姬，那必须啊，对对对，应该的，看了你的剑姬、啊，应该的，看了你的剑姬，学会了1/100，然后就去白银分段，带朋友了，是不是？哇，没溢出来，操作不了了。这波、没技能了，应该是吧？嗯，在 CD。这个主要是这个 B 他来的有点及时啊，他再晚来一会儿，估计你都能操作他。对，拉扯一下，等我进了 CD， 这波可以反杀、啊。对对对，他来了太及时了，刚打完他就来了，我操，有点恶心。主要他不省技能，很果断。没事，他抓死你也无所谓。鳄鱼的基本都玩不了游戏了，一会儿可以挂机了都。嗯，不值钱呢。哎，这是用不着用我给他送一个吗？嗯，您再杀了一次，你看我不行，我给他送一个。他这样，这样好像。不太好吧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养猪啊。你杀了一次，你告诉我他还值多少钱，多少钱，没注意，好像140，好像送了一个，送一个，送他，送他，送他，让他值300。送个送个，养猪养猪。140，嗯，还不够你一层卡皮之前，刚好过来帮你一下，可以坚持到我来吗？我这双招都有，可以，快来，坚持一下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他没大吗？我有双招，我有虚弱，我直接给挂虚弱。拉一下，没事，我有回血啊，还给摁，给你摁一个盾。再杀他，好漂亮！那我给鳄鱼送一个，用不用送啊？这个，那就送一个吧，他到超鬼了，有点惨。如果不送，那我就我操，别给别人送了，我得看看是不是给鳄鱼，给别人送了，那都血亏了，我操！来，他来了！我操，他不会一吗？我说完他给别人杀了吗？我操！我哟，我来了！我操！哎呀，还真送错人了！他妈，这个狼人也给这儿了！操！送错人了！操！他开头不公平，他给鳄鱼开头了。这一波可以借这么他们是不是识破我的奸计了？因为恰好应该没有，恰好看到了，恰好路过。应该是打蛤蟆了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打蛤蟆。哎呀，哎呀，他回城了，这个逼他妈！这逼他回城。
哎，他杀了。可以值钱了，继续杀他去吧。来，可以跟我的。操啊，这狼人把吸血鬼给终结了还。你好打这狼人吗？选择你自己的路。他妈好像在打，哦，在打小了。哎，这鳄鱼呢？操！养的猪不见了呢！操！还养着猪呢！没事啊，你就打，我这波什么技能都有，你就打，乱杀这波。控一下是不是啊？给他控住了，他跑不了，我还有虚弱了，点燃了。嗯，追他不？挂个减速啊，再给你来个加速，给套虚弱吗？哎，不用套，不用套。啊，我想套，然后没套。他一会儿啊，你要打别人打不过的时候，再给你套一下。鳄鱼是不是拿了个人头挂机了？操！没有挂机吧？怎么找不到这个人了呢？早是不养他了，我操！他把峡谷给偷了，就开始做事情了，拿了一个。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啊！他居然把峡谷给偷了，完了。越界。又要不值钱呢、啊、别人养猪了，一追一追还能追吗？追不上了，炸了。哎，这吸血鬼玩的还可以啊，吸血鬼，我操，我开大了。嗯，他跑了，再不开，再给挂个虚弱吧。这虚弱其实不用交的，我点燃也给消了。我怕踩到跳弹跑了，给挂个点燃稳一点。嗯，稳一点，没什么问题。你傻逼想控一下，我操！嗯。防御塔打你还是有一点疼的，操！给你一个盾啊，减速，追！哇，撞墙了！哎呀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可以吃一个枪。后面还有人，我操！没注意这个逼啊，他在搞咱队友，可以追吗？可以追，可以追。那我就不防这个 Q 技能了。我操，还不如放了，我操。对，还不如你放，你来拿。啊，我还不如放了，我们给他人头，还不如我拿了，一个 Q 他就死了。就把这两个币给控住了，我操！还开了一个头，
班怎么这么夸张、啊？咱俩从刚才一直全图的这么找人杀，我感觉，对，夸张，夸张。我现在应该随便二打五。没问题，二打五一点问题。只要不是那个啊，跑到人家泉水里也全醒了，应该问题都不是很大。嗯，也不用出干锅，直接出香炉吧。行，现在钱也不够我们，下锅吧，下锅。打野又跑你上路去了，打野。没大招啊？可以打。现在有了，现在有了，刚才没有。好，防御塔打你都不疼啊！这个鱼被你打的一杠十了都，我没有一直盯着他杀呢，我的、杀他队友，一直盯着他杀，他估计更惨。你这是给鳄鱼借网瘾吗？估计打完了妈把游戏卸载了，我操！小炮挂个虚弱，我操，拉一下有点痛。有点痛，拉一下。拉一下，这个点燃我给狼人留着啊，没出重伤。还是有点痛的。要不不行就补一个蓝盾肉一下。那不用，复活甲了。复活甲了，谢谢。哎，我换扫描吧。换。等会下波换吧。我感觉不需要是亲人的，就是直接见面就开打了。呵呵，对，看到人干就完了啊，也不需要蹲了，都他不需要蹲人了，都哪里有人往哪里去了，就选择你自己的路。是史诗的粉丝送的一张办卡，他又搞男队友，大爷。一直搞咱队友，他杀不了你，他搞队友。主要他好像有点灵活，没那么好杀他。确实，这个逼他可以穿墙啊，不好杀。哎，我把他打断了。哎，我把这个逼割墙。好，我感觉可以一波了，这个。可以一波了啊，可以一波了，都直接开大招了，给你挂。哎，你也挂点啊。我不用挂，我挂了，我给挂了，我现在没点。哎，他是不是空大了？没注意，他放大招了吗？哦，没有，他没给你，他没给你大招。我先给你回后血，回后血，再一个盾。哎呀，防御塔怎么一直揍你？我不太好上，不太好上，算了，等一个大招吧。啊，大招好，
补个装备吧。行行行。我已经流浪了如此之久。给我呀，兄弟。哦，你直接买了个大药啊。对，最后一波了。大龙也不用打了。不用打。浪费时间是吧？嗯。直接一波。连兵线都没有。哎，他这个大招我可以控，可以解开吗？我先撤一下，不能解，我操！我有佛甲的，还真解。这个人大的小，兵的小吧？还真解不了，他这大招。对他大招是压制，压制解不了。我以为能解了，那就和石头人的大招一样，是硬控。手中大招是击飞，他这个是压制，跟马尔扎哈大招一样的。马尔扎哈的大招。